洗地板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我现在在五原西二里这边，五原西二里，这里好像是118路，也不是118路的始发站，可是它是五原西二里也接近118路的始发站的。我把那个灯给打开，手机灯给打开照一下。我等一下要坐118路的那个公交车，五原西二里，差不多是一百，就是差不多是始发站的，一站、两站、三站、四站、五站、七站。七站，七站地到五原西二里，我从五原西二里，我准备坐到末尾。思明法院站，思明法院站，我准备坐到末尾，坐到思明法院站，中途会经过红星美，那个中宅红星美凯楼，湖里创新园南门，中宅五原第二实验室，五原第二实验学校 BRT 双十中学下中，双十中学。仿佛校区，仿佛菜坑站路口，和盛社区，我都不知道。我现在有点担心他等一下过来了，所以说梧桐，仿佛西路，仿佛客运站，客运中心，和山路，薛岭，白果山，这个好像是到那个仙岳路的，福德堡小区，仙岳花园，公交大厦，莲叶路的。松柏、槟榔路口、槟榔新村、凤羽路、湖明丽景、思明法院，我们最终站是思明法院，不是这辆。感谢大家的支持啊！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。如果大家有什么想看或想说的话，也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，能做到我尽量做到。如果大家还有余力的话，可以加我微信和支付宝，给我点资助。那谢谢大家。那我们现在等等公交车，差不多马上就要到了，所以说我有点着急。1分钟2站地，1分钟2站地，马上就要到了，我赶快把口罩给戴起来。差不多。是差不多从头走那个坐到底的，118路，就是还差几站几站地，还差几站地。那我们马上就要到了，它上面写了1分钟2站地。即将到站118路，五原西二里站，即将到站，即将到站。它是有25个站，差不多50分钟。这个有时候不准确。然后这边呢是国贸论园小区，亮灯率还算一般吧，还算一般。然后118路到了。思明法院。
你是什么东西啊？嗯，你是什么？自拍。你们到几点了啊？这个，从这边出发的。所以我们10点。10点是吧？那这现在到那个市民法院大概要多久了？大概50分钟左右吧。50分钟是吧？就是现在的时候，如果堵车不是要1个小时以上了。那一般什么时候？一般是哪个路段堵啊？都有吧。都有是吧？就是没定。今天最高温度呢是24度，最低温度16度，现在是19度，南风3级，湿度76%，湿度有点高。五原第二实验学校，五原第二实验学校站。
下一站 BRD 双十中学生。Next station is BRD 双十运动馆。下中站。仿佛菜坑路口站。
下一站梧桐站。Next station is Fountain Square Road.
芳湖客运中心站，下一站芳湖客运中心站。和山路站。和山路。薛岭站。
我们会走一，现在要走一段那个仙岳路，刚才走河山路，我们等一下要走一白果山，属于仙岳路上面的。白果山、乌特堡小区、仙岳花园都在仙岳路上面。搞完了。然后下一站福你特上堡，啊，福特堡小区。福特堡小区站。这里就是 SM 城市广场，左边。这边就有什么台湾山庄了，这后面是台湾山庄，不是后面是左右侧，右侧是台湾山庄。我们上面呢，这个高架是那个仙岳高架。仙岳花园，
然后等下左拐到那个连岳路上面，左。拐到连岳树上面，这里有一个建发悦享中心，拐过去，公交大厦，这边这一侧有，哦，视频走出了，我们这一侧有一个公交大厦。公交大厦站。松柏站。
学生卡，支付宝，漫长优惠。冰南新村站。
槟榔新村。我们这条路是福明路，
我现在已经到了市民法院，已经到了市民法院站，法院站，不是房，法院站，我已经到了市民法院站。现在呢是2023年3月20号，现在是星期一，现在是9:21，晚上的9:21。那感谢大家的支持啊，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。如果大家有什么想看或想说的话，也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啊，我能做到了，我尽量去做到啊。如果大家对我那个还有余力的话，可以加我微信或支付宝给我点资助，那谢谢大家了。那现在今天是星期一，对，今天星期一。那再说一下现在的厦门的天气吧。厦门呢，现在的天气是最高温度24度，最低温度16度。那现在呢，看一下现在的温度是多少度？现在温度是19度。这边有一个夏商置业，夏商置业是在那一栋，那一栋是夏商置业，夏商置业。那本期视频到此为止，感谢大家的支持。那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哇，公交台上面都开始有橱窗茅台啦。古法量子酱香型高端品，厉害了。